breakfast 嘅時間咧就特別長啦，咁當然咧就會想整好多唔同嘅嘢，唔同嘢食啦。咁今次咧就介紹呢一個無線嘅攪拌杯俾大家，咁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 plan 嘢飲啊！ 搅拌杯啦，咁我觉得呢个搅拌杯咧好嘅位咧就系佢有三只唔同嘅颜色啦，其实三只咧都非常之适合女仔用嘅。咁而另外啦，佢咧 blend 出嚟嘅份量咧都唔细噶，咁样咧一大杯300ml左右啦，咁就非常之啱女仔，而且咧饮落去又唔会太饱，又唔会太少咁样啦。但系我觉得佢有一个少少嘅缺点咧，就系我觉得系有扣分嘅，就系佢嘅摩打咧系连住嗰个搅拌器啦，咁所以咧你唔可以成个咧浸落去水度洗啊，咁你就要洗嘅时候小心啲啦，如果唔系咧就会容易洗坏呢个搅拌杯嘅。咁呢一个咧就我觉得扣分嘅位啦。